我是 Julia， 我是喵喵。今天要来玩的是这个火箭满天星，这个是水上两到四个人可以玩，玩的时间15分钟。点在中间是火箭啦啦啦，然后它弹出来，然后谁接到的星星最多就赢了。哦，有碗，很多个碗，这些好吃。火箭的帽子啊，火箭，火箭，它的星星长这样。现在要打开开始组合喽，好惊悚的脸啊！直接，哇！星星会弹起来，它有一个透明珠。可是它不是英文的。里面总共有这些东西：盒子、星星，还有星星卡，然后一个火箭，一个骰子。每个人可以选一个喜欢的颜色的星星纸跟一个盒子。姐姐黄色的，妞妞是蓝色的，然后绿色没有人选，我们就先放在旁边喽。这个东西要等它倒数计时，然后时间到它盖子。应该只拉一点点才对。哦对哦，星星在这里，我们要等它那个打开之后，我们要放星星下去。哎，它真的会先打开盖子，然后等它才开。哎，那个会飞走。等一声大星星，把大星星锁里的一个，把小星星都放在这个洞里。小星星，一声一声小星星，然后盖起来。好，想要这个就是可以拿一个盒子放在那个火箭的前面，如果想要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盒子盖在别人的盒子上。想要这个是可以偷走别人一个星星，第一次想要星星就是那就没有用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星星，对不对？这个拉下去它会开始倒数计时，那决定谁先闪闪之后就剪刀石头布。那我们俩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姐姐第一，然后我第二，然后妞妞第三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赢的人先拉那个好了。好了吗？好，开始喽。哎，应该先放，就可以放。对，那你可以放一个。哎，你怎么不动作？好，换我。啊，我可以放在别人的上面。那我就，但我刚刚第一个用到这个，所以就没什么好放。欢迎妞妞。星星没有，要跳过。我又是星星，换你。哎嘿！啊，我可以放一个耶。哎嘿！你好耶！哦，你可以放一个在别人的上面。要不要在你的上面？好，换姐姐，快点，我好紧张啊！啊，可以放在别人的上面。我换我。要看。放在别人的上面。要看。放一个。快点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了。他没有开，他没有开耶！还有问号，我也问号。姐姐的超级多的，然后是奥炮啊，还是什么？哦，有可能没装好，他就这里有，对，他有个卡榫，他可能刚没装好，他没弹，就是这样直接按。嗯，剪刀石头布，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那我第一，姐姐第二，你第三，当第一，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放一个，放一个，好，换姐姐，放一个，放妞妞。放一个，好和平啊！好，换我。好，盖一个。要盖我的。那我盖，姐姐。没有。你怎么？你怎么？我不知道。我放一个，放一个。哎，我要放这个，因为我不要在夜的地方。我是换，我换。我盖一个，盖一个，你只能盖他的。我真的，我又没有。放一个，放一个。应该也没有了，我没有了。哎，我可以放一个了，太好了！快点，快点，换水啊！我没有，换我了，换一个。哎，我可以放一个，可是没有位置。好了，要喷喽！喷喽！
最多？我要五个。我才三个。我要五个。算算我的。所以盒子多不一定好哎，你给它塞在我的星星卡里。我觉得我要满了。我也三个。我三个。然后没有人得到大猩猩，因为大猩猩卡在这边。我们看一下分数，我三，妞妞也三，姐姐五，所以这一局是姐姐赢了。我要赢了。其实有点紧张哎，因为有点紧张，因为你就没有杯子。哎，所以我们已经有的猩猩就要留着哦。对，因为在我们三局算起来才会知道谁谁的最多。好，姐姐剩一个。剪刀石头布。又是妞最输哎，只要是剪刀，妞妞一定都输。剪刀布，OK， 那一样的顺序开始哦，预备开始。我放一个，骰子呢？骰子是没有，快点，快点，开他的，换你，换我，没有，吸吸偷就吸，换一个。阿哥姐姐，你刚好了，换一个，换我，星星可以偷一个，我要偷你的，换一个，快点，哦，盖一个，耶，盖一个，你也没有杯子啊，没杯子，管就是我的，我盖你的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哦，来了，准备了。好烂的，怎么都没有在里面？这个不是，因为我四个，一二三四。好，你几个？你刚刚几个？我零个。零个，好，来，我零个，姐姐几个？拿到两。好，所以你。哎，一样哎，对，目前的分数是一样。因为我们两个互投啊。对。目前我的分数是怎样的？对，还我杯子。我七分，妞妞三分，姐姐七分。剪刀石头布。哈哈哈哈哈！妞妞最赢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所以妞妞我姐姐。嗯，好来。哇。哎，我快点了，快点了。好，干一个，好，我干一个，放一个，喵喵，放一个，很紧张哎，放一个，不要那么急嘛，放一个，喵喵，拜托是干一个，放一个，我不要干我了，放一个，哇，今天好合，放我的，放一个，我要放这里。好和平的一局啊，大家都没有被盖到，大家有被盖好多。准备了，好久哦，我们太快了，我们太紧张了，对，要等它开了。来了，总成绩，6分49分，妞妞是3分，姐姐是7分。我们都没有拿到这最大的星星，接到最大星星就是赢了。觉得不要摆近一点，因为它喷得很远，就是你一个放远一点，一个放近一点，它有时候会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又会这样子。没有，因为是刚开始那个比较满，然后所以就可能放进去，它就会这样子，然后它越玩越小就喷出去。这个在玩具喷的城、大型玩具店还有百货公司都有卖哦。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妞妞还有第二篇。